你现在看到的我是素颜的我，可能有那么一丢丢的好看吧。2000 years later， 钻画行啊，然后头发怎么了？我平时出门的妆可能比这个要简短要快很多，然后也没有那么的精致，然后我今天给大家画这个妆可能会有很多人吐槽我吧。我觉得就是穿自己喜欢的，然后合适自己的，比如说你腿长啊，你就尽量穿高腰裤啊，显自己腿长的裤子。对，我平时的修容会打得特别多，因为想变得更瘦一点。不能多吃了，我最近长胖了，我很苦恼，这两天在减肥。没有啊，就随意，就随意拍，然后就是抓拍，就是随意，就很随意的抓拍，用原相机就可以了。我的那个粉底液选择了一个特别不适合我自己的，是一个特别黑特别黑的，然后每次别人都说我好黑啊，然后卸了妆之后别人又说这个感觉跟化了妆的我完全不一样。 Nope， 我头发其实也没有保养，就是发量挺多的。剪刀石头布，真的很厉害，玩游戏。剪刀石头布，剪刀石头布。哇！剪刀石头布。哎呀！赢了奥运冠军，你什么心情？有点胆怯。地球你的，你随便吧。毁灭吧，赶紧的。累。我帮你听一下，我帮你听一下。假的，那两个都是，我拿到手上都抢不到，都不抢完了。真的假的？哇哦！耶！哈哈哈哈哈！其实就是大家都很让着我，对，然后反正他们也心知肚明吧，知道玩游戏玩不过我，就只能就是让着我了呗。然后平时大家私底下关系又很好，然后他们又说我是很爱撒娇的那种人，所以就是大家都很宠着我。返场是谁？陆柯然吧。返场是谁？是陆柯然吧。陆总，陆总，怎样？返场是谁呀？可可。返场是谁？我。